这次配的是少年彼得。录第一句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我其实之前来录过音，然后那个当那个配音老师一说，哎、欸，啊你怎么都忘光了？那时候我想说完蛋。这次虽然只是参与一个小小的角色，但我觉得能够让我的声音进入到蜘蛛人的宇宙里面，人生的成就 check。蜘蛛人穿越新宇宙，6月21号星期三，端午连假正式上映。This is unbelievable.I love how many variations of you guys are. 蜘蛛人联盟 ，Wow! 英雄集结 ，Woo! Bad, right?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，6月21周三中英文版同步上映。